喂，李生，副帅喺教位，岂有事你仲唔起身？起身！你乱插得乜鱼啊！不识抬举，再唔该你服侍，我就当你插过钟，你快收金。 你惊了咩？你想点啊？快点把我拉到教位啊！叫我全部行开，如果唔系我就杀咗你。你跑老啲啊！跑老啲啊！行啦！跑老啲啊！跑老啲啊！跑老啲啊！
箱咩嚟噶？回大人，呢箱系绸缎。绸缎？如果你唔信嘅话，我可以开俾你睇下。唉，唔使啦。嗱，而家嚟问你，有冇见过呢个女仔？有。喺街边。头先我见到佢嗰边好匆忙咁冲落嚟，我仲以为系打劫。咁而家咧？而家向住嗰边走咗啦。你冇惊我嚟？ 福伯，少爷，哦，多谢恩公相救。客气说话唔好多讲啦，我惊官兵会翻转头，你跟我嚟。你骑个匹马走啊，上面已经有干粮同埋水噶啦。 点啊？点啊？水啊！我要饮水啊！水啊！水啊！
水嚟啦，饮水啦。嚟啊，好声啊！饮水啊！喂，你去边啊？ 睇嚟你嘅武功都要从头学起，以后要慢慢教至得。你讲咩啊？你点知我名噶？我唔单止知你叫木灵，仲知你生于辛丑年十二初四子时。你阿爹叫木胜，冇兄弟姊妹，唔穿被马贼洗劫。你杀咗教尉张烈，而家变成通缉犯。如果捉你翻去，赏银500。 就算攞你嘅人头，都值300两。你系边个？你究竟想点？我要你加入我哋组织。咩组织啊？而家你冇权问。连咩组织我都唔知，点解我要加入啊？皇上。<笑>天下虽大，但系你而家无处容身。如果你唔加入我哋组织，只有死路一条。 我偏就唔加入，我唔信我木莲自己搵唔到新路。好，既然系咁，我都唔勉强你。马可以俾翻你，不过你自己小心啊。 快走！快走，木灵！仲想走？快走，木灵！
木令，欢迎你加入我哋组织。边个加入你组织啊？当然系你啦，系你自动跳落我只马度，而你而家亦都入咗嚟。成人之危，咁样点算啊？你错啦，我哋唔系成人之危，系救人于危。废话，我讲嘅系事实。当时你可以战死崖顶，或者被捉翻嚟斩头。点解你要跳落我只马度？点解？因为你知道，只有跳落我只马，先至系你唯一嘅生路，系咪？不过，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嘅抉择。系你，系你木灵自己跳落我只马度，呢个就系你嘅选择。冇错。既然冇错，你而家就系我哋东厂嘅人。东厂？冇错，系直接隶属于皇上嘅东厂。我听过东厂。做西厂添，专门杀人、掳掠、禁锢，做尽不少坏事啊嘛！冇权打俾我哋东厂。其实你能够加入东厂，为皇上办事，呢个系你嘅荣耀。开口啊，皇上！埋口，皇上！你叫皇上嚟见我啊！你太放肆啦！你冇资格叫当今圣上万民之尊嚟见你，简直太过分。只要你立大功，皇上自然召见加赏。其实你能够加入东厂，已经是恩赐于你啦。恩赐于我咩恩啊？由而家开始，你已经不再被通缉。点解啊？因为东厂要解决你件案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咁即系话，我唔使被通缉，我可以自由。我唔使再逃亡，咁我告辞啦。你一定要留喺度。你留我喺度做咩啫？接受训练，我就你嘅教官铁宇。教官训练？你训练我木灵做杀手啊？东厂唔系一个杀手组织，系保卫当今圣上嘅组织。你以后做嘅事好多，只要有指令，你可能要潜藏隐伏，偷取情报。当然亦都要杀人，甚至牺牲你嘅色相同埋生命。我唔会做噶。你既然入得东厂，你又冇得选择。训练而家就开始，训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系绝对服从。训练你嘅服从。服从？冇错。唔通你叫我杀人，我就去杀人咯？系。我偏偏就唔杀，睇你浪我咩河？好。我而家就要你杀人，你一定会杀人。
我嘅第一項指令，你執行得非常之令我滿意啊！你心浮氣躁，只會令你失敗。其實殺人唔一定要憎眉突眼啦，應該殺人於無形。抹乾淨你塊面，你識彈琴吧？其實琴棋書畫。要無所不精，因為對你將來執行任務時係好重要。我而家先教你彈琴。本姑娘冇興趣。呢個係命令，你一定要服從。即刻過嚟彈琴。我偏偏就唔練，我中意耍劍。Thank you.
我听到的不是琴声，是心声。虽然我不识音律，但我曾经听我爹讲过，琴音是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内心。你究竟听到我内心啲乜嘢？我听到善良、哀怨同埋悲怆。铁鱼，其实你本心是善良柔弱，夜懒毫无情，只不过你装腔作势，你根本就不忍心折磨我的，你放我走啦！你不需要用笑来掩饰，更何况东厂根本就不适合。穆玲，我曾经说过要杀人于无形，你已经被我的琴音所欺骗，相信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了。你将来都好像我一样用琴音去掩饰自己的内心，去欺骗我，去俘虏人，甚至去杀人。带我走。好，你既然识得挟持我，证明我都冇拣错啊！废话少讲，带我走。大家继续练习，大家继续练习。仲快叫佢开门，如果唔系，我即刻杀过嚟。唔通你真系想佢死？穆令，要你知道乜嘢叫服从。工厂嘅人，命令高于一切，高于生命。冇我命令，就算你杀咗我，你哋一样会开门。废话少讲，我而家就命令你叫佢开门。冇权命令我，我所接受嘅命令只系训练你，并唔系放你走。你真系唔怕死？命令高于一切，高于生命。你就算你杀咗我，你一样出唔到去。今日第一项训练技能是偷听，等阵间你要分批爬上下面，在窗的两旁都装有偷听器，你一定要听清楚铁教官所讲每一句说话，而且要一字不漏。好，开始。武灵，你企喺度做咩？仲唔快啲上去？武灵，
偷听是一项很重要的训练，要听得清、听得准、记得完全，不可以有丝毫错漏。你听到乜嘢？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好。你呢？听到乜嘢？五月初三日。再讲多次。五月初五日。拉出打五十棍。系。有违命令，甘心受罚。你呢？听到乜嘢？我只听到野兽叫声。木灵，俾多次机会你，你究竟听到乜嘢？野兽叫声，而且而家仲喺度叫啊！好，到底系边个野兽？喂，放我出嚟呀！帮我啊！你听唔听到我？放我出嚟呀！有冇听到啊？鲸鱼啊！你唔系人嚟噶，你系众神，冇人性噶，你放我出嚟呀！你上次说我是野兽，我现在就要你做野兽。
呢个逃生训练，要设法逃至崖边。当跳落悬崖嘅时候，即用兵器插入崖壁以稳住身体，然后伺机逃走。伺机逃走。利用呢个逃生训练之一，在逃走嘅时候，要迅速转换装扮，以逃瞒过对方追杀。今日是胆量训练，一阵间大家会过嗰边，捉住个吊环，由山崖滑落去。万一失手嘅话，就会粉身碎骨。好，而家由我示范。第一个落去，落去，知难而退，总算是一件好事啊。前面困难重重，又点到我唔退啊？等你翻嚟，我就唔再追究。是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依旦逃亡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只有翻转头，我才至有生路。你明白就最好啦。咁以后，唔好谂再走。咁又唔係喎，我返嚟就因为我要走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返转头我先至可以真正走得啦。你既然返咗嚟，就点能够走得到啊？简直係痴人说梦。都唔见得啦，头先我晕咗，竟然有人同我身抽火盖长草。我只要搵到呢个人，我一定会有机会。木令，唔准再讲逃走，呢个係命令。我武功好快就要嚟，即刻准备迎接。点解呢个人唔杀我，反而你咁个样点迎接闯宫啊？我命令你即刻梳洗更衣。既然唔杀我，就要放我，或者同我一齐走啊！木灵，你再讲逃走就系抗命，就系死罪。要杀我亦都唔使等到而家。木灵，天宇，帮我盖长草新抽火嘅就系你。禀道铁教官，闯宫就快驾临。
是时候准备相迎。嗯，你先退下，我即刻就到。是。木令，闯功命即是阎王命，唯命者死，遇生遇死，悉随尊便。铁雨叩见闯功，免礼。谢闯功。铁雨，本宫呢次嚟系想睇下你训练嘅情形。你啲人呢？系。叩见闯功，免礼。谢闯功。铁雨，系。听讲佢哋其中有一个叫做木灵嘅，唔知佢系边个咧？木灵叩见闯功，请闯功宽恕迟来之罪。木灵，你起身啦，抬起头俾本宫睇下你。果然与众不同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请闯功治木灵迟来之罪。既然嚟咗，又何罪之有？谢闯功。铁雨，本宫话过今日要嚟睇下你训练嘅成绩，请闯功考核。曹彪。是曹彪乃是我的死士，现在就由曹彪下去揀其中一个来决斗，而最后只能够有一个可以生存，即是说至死方休。曹彪下去揀人吧。是揀得好。非常好，备酒。是。多谢闯功恩典。木灵，本宫现在要你即刻在我面前宽衣。
既然你肯除，就已经够了，你可以退下。是，闯工。你们全部都退下。是，闯工。请闯工恕属下训练不力之罪。罪不在你，木灵他表面服从，但是他内心反叛。我要的是绝对服从，毫无犹豫地服从。此类非杀不可。是，闯工。是不是你要见我啊？我来拉风箱。木灵，明日你就可以离开东厂。剛才表現不好，廠工要殺我。你聽不到我說明天就可以離開東廠嗎？一定是你徇私放我走。明天你生日，東廠有規矩，就是由教官帶你出去慶祝，之後你可以走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這樣做，你自己會怎樣的？呢个系命令。你真系冇考虑过你自己？我需要考虑啲乜嘢？你私自放咗我走，你点同厂工交代啊？我要向厂工交代咩？志远，不如你同我一齐离开东厂啦。我仲可以走到去边？前面醉然楼啲酒菜唔错嘅，不如我请你食一餐啦。木灵，为你嘅生日，又为你重获自由，干杯！为什么你今天可以重获自由，从不开心啊？铁宇，你究竟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将来？我是一个孤儿，连自己爹娘都没见过。自我懂性之后，就已经在东厂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你不能够离开。常言道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离开与否，认为我可以自己决定咩？如果你未被批准，你认为可以走咩？其实我一直折磨你，你应该恨我，甚至要杀我。点解今日咁婆婆妈妈？其实今日是你生日，好应该有一份礼物。打开佢啦！金剑，剑系用嚟杀人嘅。杀人？冇错。你既然入得东厂，喺你离开东厂之前，就要为组织杀一个人。如果唔系，就一生被追杀。而且仲会连累你。佢就系残杀中农民政一家六十口嘅秦武，你杀佢只有一个机会，就系当佢经过你身边嘅时候，你得手之后，就走上去，从有风铃嘅窗口跳落，下面有一匹快马，你就走向东边竹林。如果敌人再追你，你就破竹，竹会放出烟幕，到时你就可以安然撤离。你要杀嘅人而家嚟紧。
铁宇，点解你咁样做？根本就冇快马冇烟幕嘅。呢个就系厂工嘅格杀令。既然系咁，要杀即管杀，做乜又要同我庆祝生日，又要我去杀人，而家仲要陷害我？而家格杀令已经取消。点解？因为你过咗关，而我亦都过咗关。就因为厂工要杀我，所以你就要我去杀人立功。你能够临危不乱，冇快马，冇烟幕，仲能够全身而退。人虽然有用，但系会背叛，会逃走。只有用教官人头嚟担保。你用你人头担保我？因为你系一个值得我担保嘅人。刺青是一个标记，你已经完成训练，可以为组织执行任务，铃声密谋散位，勾结东营，有一件密函藏在怀中，永不离身。木灵，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去盗取这份密函。铃声好色，组织将会安排你成为铃声的基切，自然就能够盗取密函。这个五毒雷你保存在身边，当遇险而无法脱身的时候，就与敌人同归于尽。万事小心。启禀王爷，人已经带到。你们回去啊。是。果然是天骄角色绝世美人噃，我哋早啲买休息啦，好嘛？坐啊！啊，越睇你越靓啊！王爷，咪啦！怕咩丑啊？都话咪啦！哎呀，你咁曳啊！你中我实执到你啊！哎呀，你仲走？王爷，不如等我斟杯酒俾你饮先呢。好，你真系善解人意噶。咁你等我咯喎。嗯。王爷，请用酒啊。好啊。呢杯酒咧特别甜嘅。美人，酒我又喝了了，今次都怕轮到我。你来捉我啊！还想走？看你走得去哪儿。你王爷，王爷，发生什么事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发生咩事？王爷，王爷，喂！
門口，呢位官爺，唔知有咩貴幹呢？我係寧王府嘅人，而家我嚟捉拿刺客。刺客？有冇見過一個受咗腳傷嘅女仔過嚟？阿東啊東，哦，咩事啊？你有冇見過一個受咗腳傷嘅女仔入過嚟啊？未見過喎，未見過。送你嘅系啦，我叫咗好耐噶啦。好啦，俾你先啦。唔好意思，都等多阵啊。武灵，武灵，系你今日走到去边？呢位官大哥，你叫我啊？我想你認錯人啊！你殺咗張烈教，你化咗灰，我認得你。我都話我唔係叫木靈咯。你唔使狡辯啦，我發個誓同張烈教係報仇嘅。停手！我梁姐咩開在你嘅地方？梁子，究竟發生咩事？相公啊，梁子你受驚啦。佢真係你梁子，你唔好整古做怪啦。我認得佢就係木靈。殺死張烈教嘅兇手，佢化咗灰，我認得佢。哦，我梁子並非叫木靈，正所謂人有相似，在下道明，乃遠寧綢斷店東主，家兄道輝，乃殿前刀劍店。有啲咩誤會，可以日後查明再作打算啦。小心。多謝恩公再次相救。姑娘何須客氣咧？係啦，姑娘你嘅腳受咗傷，行動又唔係好方便。不如嚟寒舍敷啲药，稍作休息好吗？小心，小心，木姑娘，你当自己屋企一样得噶啦。由于家兄政务繁忙，所以好少翻嚟嘅。呢度净系得我同娘亲。点解咧？咩事啊？冇事。啊，冇理由咁静噶，佢在晒边呢？边个佢哋啊？祝你好，你有冇礼物奖啊？有，个个都有礼物，好唔好？好耶！你话俾姐姐听，你哋叫咩名？我叫做杜江，我叫杜青，我叫做杜琪，我叫做杜梅。我叫做杜江，佢哋好得意啊！系咪有贵客嚟咗啊？阿叉，乖啦乖啦，而家好夜噶啦，唔好咁嘈啦，快啲翻入去瞓啦！你带佢哋入去休息啦。太乙拜见娘亲。阿明啊，呢位系？呢位系木灵姑娘啊，娘亲。木姑娘，大娘叫我灵儿得啦。好，咁我就叫你做灵儿啦。
啲細路仔好百厭啊，真係失禮曬啊！唔係啊，佢哋好可愛，好趣致啊！其實佢哋全部都係我娘親收養嘅孤兒嚟嘅。哦，咁嘅，阿明做買賣經常要外出，佢兄長阿輝又政務繁忙，一年先翻嚟兩三次，我又怕寂寞噃，所以咪收養咗佢哋咯。啊，有啲細路仔喺度，成間屋都有咗生氣啊！係啊。我娘親錫佢哋仲多過錫我嘅，你都咁大個啦，都應該揾第二個錫啦。哎呀，掛住講都唔記得請你入去坐添。阿明啊，帶靈兒入去啦。係，娘親。啊？咦？你只腳做咩啊？哦，木姑娘只腳受咗傷。係啊，唔怕。我哋屋企有祖传嘅刀伤药，嗱，你入去，我叫人同你敷药啊。咁麻烦晒咯。阿明个太公系远征大将军，有次佢受咗伤，跌咗落山谷度，好彩遇到位义人，传咗呢只刀伤药俾佢。只要敷咗呢只药，咩伤口喺第日就即刻埋口，仲好快就好翻添啊。系啊，系啊。哎呀，阿明啊，细力啲啊，整痛人哋啦，咁粗鲁嘅。对唔住，木姑娘，你好痛啊！唔系啊，麻烦晒你真啊，系你灵儿啊，你系姓处人啊，开封木家村人。哦，咁屋企仲有啲咩亲人呢？而家只系剩翻我一个啫。咁你同阿明，娘真，其实我同木姑娘只不过萍水相逢，我哋唔方便问人哋咁多嘢嘅。太娘，道兄系我救命恩人，曾经两次相救。唉，木姑娘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？娘亲，呢件事会慢慢话俾你听。好，好啊。啊，灵儿啊，咁你就喺度住多几日，或者一头半个月，甚至我个人好怕寂寞嘅。太娘，其实我都好中意呢度嘅，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次登门拜访。不过。而家吓，你而家仲要走啦？系啊，真系唔好意思。木姑娘，而家已经咁夜啦，你脚又受咗伤，听日又系娘亲嘅大寿，不如过埋听日先走啦。系啦系啦，听日佢哋同我做大寿啊，不如大家高兴埋先至走啦。大娘、道兄，我真系有要事在身，如果听日我得嘅话，一定到嚟同大娘祝寿。哦，好。既然你有要事在身，我都唔勉强你啦。不过听日你一定要上面嚟饮杯水酒噃。好啊。禀告厂工，木灵已经翻咗嚟。即刻叫佢入嚟。系，厂工。木灵叩见厂工，物函已经到手啦，但系为咗逃避追捕。因此耽误行程，请厂工治罪。物涵，你都已经得咗手啦，你有何罪之有呢？起身，将封物涵交俾我啦。谢厂工。好，做得好，做得非常之好。木灵啊，而家有项新任务俾你，请厂工吩咐。你跟随黑鹰、绿鹰同埋十二鹰去，一切听命于黑鹰。系。你哋又想点啊？明哥哥，我哋啲礼物。你哋乖下，今日系娘亲嘅大寿啊！大哥好快就翻嚟噶啦，你等一阵啦。唔制，我哋而家，我要即刻去买。即刻去买啊！诶，如果你唔买话，话俾娘亲听。系啊，要话俾娘亲听。好啦好啦，我即刻去买啦。走咁快啊，跟住跌親啊！
小心啲啊！乖乖，娘亲，哎呀，大哥翻嚟啦！嚟嚟嚟嚟，哇，全部咁大个啦！快，你翻嚟啦！娘亲，你坐，娘亲啊！娘亲啊，孩儿今次翻嚟系专程同你拜寿噶。乖乖，嗱，呢度礼物，希望娘亲你欢喜。我哋有冇噶？梗系有啦，全部都有啊！而家先去玩先啊，乖啊！系啦，娘亲，阿明咧？咧，咪呢班小鬼咯。哦，原来呢班小鬼叫阿明去买礼物咧，吓。今次任务系咩啊？任务只得八个字：度家上啊，一个不留，杀！呢度啊，等多阵啦，明哥就翻噶啦，乖吓。系咯，好快一食噶吓，乖。你又系咩人？大亮，快啲抱开佢哋先啦！杀！娘亲走先啦！我送佢，大人摆手啊！你先着牌。我啊，走啦！快啲啦，快啲啦！竟然违抗厂工的命令，我要带你回去见厂工，简直禽兽不如，连细路哥你哋都不放过，你哋不是人嚟噶！你哋唔好过嚟啊！武令，你背背东厂，必定死无全尸嘅。好，我哋走。到捐到期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娘亲，娘亲啊，娘亲啊，冇死啊，娘亲。点解会咁噶？系我做，一定唔系你做嘅。我都话系我做噶啦，
唔系你做嘅，我话唔系你做嘅，一定系你做嘅，系我间接害死你全家噶。唔系你做的，系我累死佢哋。你杀咗我，为佢哋报仇，杀啊！唔系你做嘅，你话我听，究竟边个凶手？唔可以讲，唔可以讲。点解唔可以讲？点解唔可以讲啊？你会有杀身之祸噶！我仲怕咩杀身之祸啊？我娘亲，我大哥，我家人全部都死晒，我仲怕咩啊？你唔够佢哋斗噶！咁我只得咪同佢同归于尽咯。姑娘，我求下你话俾我听，究竟边个系主谋啦？你听我讲，你走啦！如果俾佢哋知道你仲未死，佢哋一定唔会放过你噶。你走啦！我唔走，我唔怕死，我一定要为佢哋报仇。我真系唔想害埋你。既然你唔肯讲，我自己去查。对唔住。我真的不想你送死。木玲居然夠膽背叛我。赤羽，你想做什么？叔我曾经说过用人头担保木玲，现在是叛变，所以以死谢罪。死你一定要死，但是你先要拿木玲的人头回来见我。是你来杀我的。是我早跟你讲过，命令高于一切，高于生命，所以你就奉命来杀我。没错，曾经用人头来担保你，但是你竟然背叛厂工，我不杀你我就要死。铁宇，既然是这样，不如你离开东厂跟我一起走啊。荒谬，铁宇绝对不会背叛东厂的。你真的非杀我不可？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你太无情了。你以为我对你有情？我对你好，动之以情，完全是顺服你的手段。你被我假情所骗，是你蠢。你背叛组织，你连杀身之祸，是你自取其咎。属下叩见厂工，木玲个人头呢？木玲已经被我打落悬崖。我要的是木玲的人头，而不是要佢粉身碎骨。属下知罪。知罪？你知何罪啊？你的罪名是私放木玲，同埋背叛我。厂工所言不差。我是私放木玲，厂工，铁宇自知今日必死无疑，但是我迟一刻死，木玲又多一分生机。好，
我就先杀你，再杀木灵。真系有情有义啦！好，我成全你哋啦！喂，是我发明的，你想用来对付我？就算今天没了军天雷，我对判死杀了的大魔头为道家上下报仇。Ah!